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放的吧，你给我踢过的，好。小号小号听起来好脏、啊，哪里脏啊？那你看，我明明说小账，我是说小号吗？我是小账，还真的吗？你可以再创个小号啊，然后再帮我们多增加一个人嘛。你可以再创个小号啊，然后再帮我们多增加一个人嘛。你可以再创个小号啊，然后再帮我们多增加一个人嘛。对，啊，好吧，让我改成小账嘛。我明明说小账啊。看到了，好像在哪扭？大吉的，大吉一直扭，不可能就是玩超大吉啊！啊，蓝蓝的，哦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先打后面的吧，你为什么要先打前面的？因为我在打牛啊，我现在已经飞起来了，大家先打牛。可是后面先打你啊。他被网子关起来了是吗？那个网子。不是，那是他盾牌。就过。我觉得他很讨厌。他长得好像某个奇怪的生物。他很可爱，但是他很难打。之前是说他像。它原本是写像蜘蛛啊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像螃蟹了。章鱼来，觉得它这样子，那个头啊，章鱼头啊，下面它，原来是螃蟹吧？我觉得，我也觉得是螃蟹的耶。大闸蟹。那蜘蛛怕什么？我忘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忘记？我刚刚说那个。哎、我觉得你赶快离开啦，你打不赢啦，想帮忙就他们人都死了，你帮他们屁用。哎、欸、是什么你就走啦，反正他们就死掉了。不是这样子吧，就所要一个找人家帮忙就自己先死的概念。如果买 PS 我还是比较想玩战神系列、碧血狂杀还有日本黑帮 GTA。这什么是日本黑帮的 GTA 啊？ GTA 不是日本的吧？你说那个吗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什么人中之龙吗？对对对，人中之龙。为什么人中之龙是黑帮的 GTA？ 因为那是日本的黑帮啊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一个观望的战术，那反正你有钱你就买吧，你可以跟人家一起玩啊，对不对？那做的观望战术应该是说，我的队友都死。是这样吗？啊，他不是说 PS 吗？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救命啊！哎呀，你赶快逃了啦！你的任务不解没关系啊。好可怕、啊，把他先打死啊！用那个什么近身攻击啊，什么光攻击啊，这些死了嘛？你是无声攻击哦。哪有这么好？他现在都已经看到我了。你不是跟我说无声攻击都是100%会命中？他现在都看到我了，没有用啊！我只记得主角的名字叫做同生日嘛。我观望战术不帮打，原来如此，你想要观望 PS？ 我记得他好像大剑打他！他怎么被你们叫他们互打啦？他们不会互打，他们不会啊！哦，很废、欸、啊！行不行啊？快点！你要死了，现在不血啦！没有血，可以、啊、没有血了，赶快做血包啊！我有的做，我早就做了。来打他，打他！重击！等下重击要晚一点。他那个重击不是打不你按的。重击完他就会解除状态，所以我要尽量先敲。嗯，他要所有侦察机器人。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对对对，人中之龙，好不好不，赶快买啊！你应该买 PC 版、啊。它好像是 PS 4的吧？是这样吗？
刚刚好像提到哪一个实况者名字描写，没有吧？我有说的吗？没有吧？你听错了吧？不然你之后截图给我们，我就截声音部分给我看。我好英雄竟然吃的东西，我一直在吃东西。之后看影片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了。他是因为签他现在没有时间吃，我所以我先吃，我没有拿把手。我现在眼前也放着一碗，但是我已经被打到快死了。我很好奇你平常怎么边打边玩，边吃不是边打边玩是一样的，边吃边玩。我之前都会尽量先吃掉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对啊。那通常有时候你还是来不及吃啊。来不及吃就要放很久啊。这样。我说的都是 PS 四独占的啊，混蛋！哎，你会骂我混蛋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所以你就赶快买一台 PS 四嘛。有 PC 不早，哎，有 PC 版不就早就买？不一定啊，有 PC 版我不一定会买，像我就不一定会买。赶快买 PS 四就好啦，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买二手的也不错啊，那不是太贵吧？二手，不晓得现在多少钱。看你资源那么多，你为什么要钱可以做你的药水？因为我肉很少啊。我快去抓肉啊！问题是在于肉很少。肉不是很好杀吗？杀猪啊！那有猪啊，猪不多哎，我觉得。飞鸟都是在放剧情动画的时候，情绪累积最浓的时候，突然自己动起来，还快，哪有？这是你长期观察的结果。还不要这样了，才不要买什么二手，不然你买第一手啊，赶快买，第一手不会比较便宜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跟养游戏 PC 比起来 ，PS 是算便宜的吧。有比较便宜嘛？其实买这样一片一片买光买那个也很贵、欸。可是显示卡更贵啊 ，PC 游戏还不是要上 Steam 买？可是他们有时候会降价到很便宜啊。PS4 也有啊。PS4 的应该都嘛是大作游戏，像一些什么小游戏，他就不会理你了不？而 Steam 不是通常都是以小游戏也会给一些特价吗？这我是不知道。哎呦，传你。是你之后要看的地方，不是船吧？不是船吗？很像啊。不是啦，那土匪营啦。长得很像海盗船，你不觉得吗？路上海盗船，因为他们是土匪吧？哎，他不是敌人哦。这边已经打赢了。是你之前那个，我是误认为你打很久打不赢的那一种嘛？那一个土匪营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明天错过很多了。因为我都是用笔电，所以电脑游戏相对很便宜啊。原来如此，可是笔电玩游戏不会很难玩吗？笔电感觉跑不动。看来你有一台很高级的笔电。不会是那个吧？缺了一角的那个。缺了一角。缺了一角的什么？的圆圆缺了一角。啊，你们有去看《死无罪证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熊说他不想看。有吗？你有说你想看这个吗？有啊。好看吗？之前的我都好看啊。这是什么？我比较想看女超人啊。女超人看起来就没有很好看啊。女超人的那个女主角是那个谁呢？玩命关头的那个啊，死掉的那个，跟韩的那个啊。Going down fast。你不看吗？看吗？不看啦，不看就不看了。不会啊 ，MSI 游戏笔电我觉得还不错。MSI 是哪一家的？微星。微星哈。超萌熊想看的应该是异形吧？我不知道哪一部。不是异形啊。Get it while I can。韩哥的马子希尔加坡。应该就反正就是那一个女啊，为什么鳄鱼在我跟你什么杰尔的吧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那个啊，旁边观察啊，对，他演的女超人啊，你不看哦，他是漫威的，我以为你想看耶，你不是要涵盖说我的漫威的电影，然后吃到你的肚子里，
好吧，我们再考虑看看好了。虽然他还没有出，他是今年端午节，端午节上映。是端午节。端午节。哎，老威，你咋啦？没有，你在地上飞，这不是我，你是戴了 VR 的鸵鸟。赶快把他 VR 打下来，把 VR 打下来。给他打下来。打 VR 打下来，还可以。来打他，一定攻击。哎，他好红哦，他是火系哦。他怕红，那为什么他是红色？因为所有的机器都这样啊，只要有敌意都是红色的。啊，就我刚刚去城镇，然后我忘记要买药水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因为你猪啊！我只存了两个走。等一下，漫威个屁打混蛋啊！这个不是漫威家做的吗？还是我记错？就是 M 开头的那个不是漫威 ？DC 的熊搞错了，哈哈。不一样吗？可它都有漫威的那个耶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神秘女超人是 DC 的。哦哦。你这样根本就是把 AKB48 和少女时代的成员搞混了，我才不会把 AKB48 和少女时代搞混，还不是不同的国家好吗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，就算是萌萌熊也是死刑，好吗？我错了嘛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加好不好？好，好个屁呀你！他真的是 DC 的，我以为是漫威的，哎呀，拿漫威的招牌去。哪有，一定是你弟弟错好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这漫威的 logo 吗？看起来像，本来都是弟弟。等一下，我要机会，快我进去，好美好美，不是漫威的，不是漫威的，不是吗？是为什么我有印象有漫威的那个？你说记得，你没有看到漫威啊？问我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差一点就相信你了。我现在是直下了，你不看吗？再说嘛，我们快到了耶，快要到那个了。如果没看，就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。我想看的那个《加勒比海》呢？《加勒比海》那是什么？就是海盗的那个。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。刚刚贾百丽说的那一款啊，那一款、那个、对啊。那我前面又没有看，那怎么看、啊？快去补吧。不要，你又没有影片可以补。你自己找啊。不要，要找应该难找吧？怎么看不到？因为酷播没了吗？跟酷播有关系吗？不然你都去哪看？我都是线上看，哪边有线上看就哪边看，但我不知道是哪看电影。HO 天驻场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可以用那个氪金的。I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else behind。我还拿不到肥肉，我爸爸买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很困扰哎、欸。有什么东西是比较没有用的？丢一些，这个好多、哦，这个可以丢一些。这次的死无对证根本就可以改成风貌客大闹加勒比海。风貌客是哪一个？哪一个是风貌客、啊？记得好像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面有一个人是风貌啊，是那个吗？然后安安千鸟吧，现在应该先把字段解出来。我不想要冲那么快，主线任务不喜欢冲很快。反正没看之前的根本没差，那没有衔接吗？没有衔接就算了，因为我之前玩命关头是从第六季开始看，然后之后再把前面补回来。对啊，你玩命关头都可以的。不是玩命关头，你 family 呀、啊，对不对？ family， 他其实刚开始没有 family。管哪、啊，就先从 family 再开始嘛。迪士尼为了赚钱已经没有下线，那跟迪士尼有关系哦。好像是迪士尼的吧？迪士尼的好像都还蛮好，其实我都搞不太清楚谁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因为萌萌熊已经结束了冬眠，拿不到肥肉了。我就算冬眠没有肥肉可以吃到了，你可怜。冬眠就在睡觉，你还吃？那是爱丽丝里的风貌客和史派罗船长都是强尼戴普演的，我知道强尼戴普。
我也知道强尼戴普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什么风暴客。我知道风暴客是那个有印象，之前有一款游戏是爱丽丝啊。那里面有吗？没有冒风暴啊！你竟然没有印象？我有玩，但是我没有印象。那款游戏还蛮不错的耶。对啊。我玩不起来，后来我快晕死了。说不定我现在玩可以玩哦，有办法玩哦。这个要怎么过去啊？跳过去吧。跳不过去、啊。跳过去可能丢绳索，跳过去丢绳索，快跳！对啊，我没有看风暴客。跳啦，然后绳索这样子。我觉得有可能在下面啊。过去的。不是啦，啊跳过去，你根本想害我摔死，好不好？这边吧。有哦，爱丽丝和爱丽丝疯狂带领我们玩的是疯狂带领，对不对？好像是疯狂带领。就是那个很疯狂的那个。对。那个辣椒还是什么胡椒发射器？那很酷哎，那个还有猪鼻子，永远找不到猪鼻子。找不到猪鼻子。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坑。没有啊，自己玩那是自己玩的吧？嗯。我不知道这样很重。对啊，我可爱的笔尖毛不绝。还好啊，这边有给我一些草。那你这样就过去的意思吗？我不晓得啊，现在全新的地方。你说不定会打到旧遗迹。我现在就是要去找旧遗迹啊。所以你要去找旧遗迹啊。炼铸厂某种程度就算是旧遗迹。我刚刚看到那个亚罗伊在摸他脖子。有人摸他，有人摸胡子，赶紧去拿他手上的胡子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。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